Hello， 我是沈晨軒啊。You are watching Toys TV。好，好，玩具 TV 第25季第一集，咁啊，见到我呢把戒刀，同埋见到破坏性价格，但系我自己非常之中意嘅 YF 29。咁啊，成件嘢。box art 啊，其他嘅包装啊，其实都系成个系列超合金嘅惯常嘅处理方法啦。其实佢呢个帽系之前有冇用过噶？绝对有，真系好惨。系啦，都系用翻呢一个祖月女嗰个 YF 29嚟做呢一个主体嘅。话佢会断脚嘅。我对呢个系列系，因为我可能我衰啦，即系我唔识镜住嚟玩啦，所以我。我不是 exactly 呢一個機體，但係佢成個變形系統都係差唔多。咁我就玩嘅即係經驗就係佢有個位好易斷咯，所以我就驚嘅呢個系列，我驚係啦，好震驚啊！咁啊，見到佢今次就同一罐嘅超合金嗰個盒咧，就有出入。如果是一罐的31系列你會見到是有個發泡膠啦，架機在中間啦，個底就是個底座啦。今次29就跟翻29啦，就純粹一個吸索的表達差了一點。不過既然即係因為發泡膠貴啊，個帽即係好坦白講啊，29呢一部機我就有即係唔好話叫29呢部機啦，呢隻嘢我係有好大的情意結嘅，因為點解咧？絕對 Live 呢套嘢我是幾。推介俾大家睇嘅，除咗本身絕對 live 嘅人物啦、故事啦，都係水準以上之外，啲歌都係非常好聽，都不特止。我初初以為麥斯咧，佢呢啲都係過下場，即係呢啲機三分鐘到啦，唔係都超過十分鐘出場啊！唔好話超過十分，即係 around 有若干分鐘蒲頭啦。同埋最感動嘅地方係乜嘢呢？YF 29吊打 YF 3誒 VF 31，黐線，真係黐線。我未睇啊，所以我答唔到嘴。我都忍唔住噶啦，我係不停咁樣劇透。如果大家未睇，又即係唔想俾我劇透嘅，我建議你而家熄機啦。咁啊，繼續講翻。咁啊，本身麥斯，我已經可以好肯定咁同大家講，喺呢一個超時空要塞，佢係咪70几岁啊？應該係。但個樣睇落似卅零，唔緊，唔係其實個樣我都叫做老啦，即係白頭髮啦。但其實佢有一幕咧，係當佢即係完全放棄自己做呢一個艦長，飛走頂帽，坐翻去呢一個29嗰陣時咧，大家留意翻嗰一格，佢變翻後生嘅麥斯，哇！我好感動啊！嗰一剎那，即係我就係打咗個冷震，咦？我係咪睇錯啊？我跟住 recap 翻倒翻。喂，真係後生麥斯喎，玩意識流，好正啊！純粹玩意識流，係啊，因為多一句，其實佢有一個好經典嘅對白就講，因為佢個 partner 咧，其實就係劇場版入邊布勒泰嗰個副官，佢哋一 pair 嘅，即係矮矮細細嗰個，佢唔矮細個，冇冇縮細，個老頭個老係啦，就個 partner， 即係佢同佢一齊去管理個艦隊嘅。good 咯。講咗一句，即係佢當佢嗰個艦長俾咗呢一個Delta 小隊嘅隊長做之後，我走啦，我唔做艦長。跟住個副官就同佢講：我用朋友嘅身份同你講，你今次呢個決定係你呢一生人最正確。跟住笑一笑，跟住就坐去飛，坐翻去架29度，就變翻後生，就飛出去。哇！你老尾啊，真係～真係正到嘔企！竟然咁樣玩法啊！係咁，同埋多一句，佢即係嗱，本身真係話講 Ace Pilot 啦，喺 Macross 入面我諗幾個啦，初代嘅就一條都算，因為佢真係擊落唔少機嘅，係啦，福卡一定係啦，天才啦，咁啊，另外佢老婆啦，咁跟住就要數翻到去Macross Plus 啦，嗰兩個啦，咁啊，跟住其實 Seven 嚟講，我都唔係特別覺得。巴沙拿是很好勁嗰只嚟，咁啊，跟住就要再數到去祖月女啦。咁啊 ，Michael 嗰啲我都覺得唔係特別強。咁啊，跟住就真係要數翻。唔係你想講乜嘢先？係咁數。即係一扎嘅王牌機師咧，
我再肯定多一次，成套超時空要塞系列最強的機師一定是麥斯，沒有第二個。你講緊溝女定係？啊，佢溝一條女啫，係咁啊。Anyway， 我都講得太多啦。咦，佢老婆有冇出場？還是已經講？冇。哦，有冇交代係？離咗婚嘅啦咩？我知，但係冇講，即係冇話。應該佢哋啲人，佢哋嗰啲人嗰啲壽命好似同我哋人類係唔同嘅嘛。差唔多嘅，差唔多。我估啦，算啦，呢啲唔係必丟嘅，咁啊好啦。其實問Lady M 究竟係邊個？喂，呢個真係要講啊。本身其實即係叫做歹國嗰邊咧，我咁樣講啦。咁佢哋個目的其實就想即係破壞翻呢一個銀河聯盟，而由呢一個 Lady M 所組成嘅叫團隊啦，佢又想完全推翻嘅。咁本身亦都準備咗即係俾 Lady M 他媽的一炮嘅。咁所以跟住其實喺翻原本 Lady M 嗰個管理艦隊嗰度咧，就見到兩個黑影，我冇撳 post 噶嚇。咁所以變咗究竟 Lady M 係啲咩人，就真係要。之後如果仲有任何新的超重要賽是逐住呢個 Delta 嘅話咧，咁先知啦。但你問我咧，我估係祖賴微沙咯，估咋？你諗一諗個 M 字點解咧？咁同埋本身真係有咁好嘅組織能力。雖然你喺劇入面本身麥斯都講咗，我唔知邊個係 Lady M， 咁但係我會有咁嘅 idea， 一定係一個大家熟悉嘅角色咯。同埋，個名係個 M 字。好啦，咁啊，部件方面，我好耐冇玩呢個系列咧，我唔知道原來佢哋已經轉咗用嗰種磨砂質地嘅。啊，呢、這個真係可以轉頭去講。但係佢呢一個係磨砂質地係後期噴上去啊，還是係咁帽嗰度？我呢、這個唔敢講，但係我望落去就似乎係後製嘅，因為其實咪好易花佢一定啦，你一變就花㗎啦。係咯。哇！你真係，睇翻呢個老嘢麥斯先，既然係咁。史上最老的 pilot 七十几啊，系，亦都同时系最强的 pilot， 因为最正就系本身佢其实亦都有盛赞过呢、這、一个死啦！头先讲完个主角名，我而家突然之间已经唔记得翻。咩啊 ？Frontier 喎，定系 Delta？Delta。我冇睇 Delta。唔記得咗算，咁佢盛讚個本身主角嗰個駕駛技術好似跳舞好靚，同埋佢本身亦都憑住呢一個蘋果妹，令到佢即係鬼上身咧，嗰、那個觸控駕駛能力感知係去到另一個層次。不過喺呢一個麥斯嘅眼中，只係覺得佢有啲進步，即係可想而知，本身即係縱使爆咗 Sid 嘅角色咧，咁 sorry。在麥斯眼中都只是不錯的。好啦，咁我哋今晚就應該唔會變形噶啦。係，咁啊，所以我純粹都只會係介紹翻，可以咁樣拉出嘅。係啊，介紹翻本身今次呢一個廿九嘅形態。咁啊，見到我唔知望到幾多啦。咁啊，呢度另外會有多三對手，即係 total 有八隻手嘅。咁啊，一貫嘅騎兵槍啦，同埋佢嘅破甲者嘅短臂刀刃都有嘅。下面那層就是 Super Pass 了，都沒有時間講的了。最底就自然是這個台座了，沒有變的，一樣。我想講一講，就是剛才的說話，我經常玩，我玩爛的，其實他這麼so far他都沒有改過構造，就是這個位置，這個，大家見不見到這個很小的拍攝？是啊，我這個你可以用 A 膠黏回的。難喎，因為佢爆開。其實佢因為佢係呢個位嚟連接住啊，呢、這個長方形咧，佢唔用金屬部件係啊。佢呢個長方形咧，其實咧中間呢度就一條鐵一條環軸，環軸啦，上邊一條環軸啦，就係佢個胯下，我哋連接佢前半先前半身同下半身。呢、這個位一日之後攻一爆咧，其實佢耐咗佢會自己爆嘅。即係我唔係話隻隻都係咁啦，但我自己玩嗰兩隻都係咁啦。佢一爆咗之後咧，其實就隔機就分絲，根本上就冇可能，除非你換咗個件佢咯。即係你要好有技術，你有方法自己換件啦。如果唔係就因為你個位唔可以打裝，唔可以成呢啲路路係一個關節位嚟嘅。係咁有樣嘢可唔可以固定佢變機械人形態咧？咁你黐死佢一定得嘅。咁另外一樣嘢就係佢本身咧，因為你變形嘅時候咧，你如果hold 得啱，譬如你就咁吊住佢，
垂直咁樣吊住，將個重量垂直咁樣落咧，應該係好啲嘅。但如果有陣時變形嘅時候，你知幾難變㗎啦嚇。咁如果你唔小心，你將佢咁樣，即係當佢分開嘅時候，我唔係話而家飛機嘅形態，而當你將佢變緊嘅時候咧，你將佢咁樣擺咧，就變咗個重量墜落去嗰件膠件度咧，咁樣扭，就變咗個膠件好容易扭斷。咁我自己的經驗上覺得咧，正飛機形態嘅時候個重量咧，佢都承受到。但如果加埋 super parts 咧，特別係如果個腳部嗰度有 super parts 的話咧，就唔得啦，就會扭斷嗰個件嘅。所以你玩嘅時候小心啲，就我唔建議大家掹住 super parts 去變形咯，拆曬先變，同埋變嘅時候小心呢個位受力嗰個方向，俾佢咁樣，即係用一個垂直嘅形態去受力，就唔好咁樣去咬到呢一個膠件咯。不過我始終都係對呢個系列嘅玩具係驚嘅。係咁啊，啱啱頭先嗰啲 tips 其實好有用嘅，咁所以變咗大家都留意翻啦。好咁啊。直接我想望翻本身呢個飛機形態啦，咁我或者將啲輔助轆摟勾翻出嚟先啦。因為其實如果淨係介紹呢個機型嘅話咧，我覺得都幾多嘢可以講噶啦，已經。因為好坦白講，本身 Fighter 形態咧，係好吸引嘅。雖然我自己係中意機械形態嘅，一貫係。但係機械形態型。是啊，同埋 display 嘅時候冇瓦頂喎，飛機型帶 display 得幾多隻？你除非全部即係專門同佢哋訂做一啲 display。咁本身佢嗰個機轆嗰個設計咧，淨係講機轆啫嚇，就唔會話好似31咁扭咁多嘢。係咯，幾靚喎！就直接係喺翻呢一個機底嗰度開翻，就咁拉出嚟。係啦，開翻個位拉翻出嚟就已經搞掂。咁啊，最理想。其實本身佢幾好嘅就係佢每一個碌都可以自己喐，變咗我又可以推嘅。呢個樣嘢就真係非常之佛心啦。好啦，咁啊真係講翻個機型啦。咁因為本身冇特別台座，即係我而家亦都唔方便用台座嘅關係咧，我諗直接咁俾大家睇翻成隻29嗰個 shape 係好靚嘅，而本身主體嗰個藍色同埋白色或者全部佢都係用咗呢一個。瓦色嘅涂装，我估啦，应该就系本身用翻佢个基本色，再喺上面喷咗一浸 matte coating， 就做呢个效果嘅。呢个纯粹我嘅猜测。睇落去就似啦，系啦，喷上去，所以应该几易化。系啊，咁啊，另外睇翻本身一啲 detail 位啦，一啲 marking 啦，咁亦都系好鲜明嘅。咁头先见到麦斯嘅。裝著就是一貫的 cockpit 拉翻高向上掹就 OK 噶啦。佢都幾多透明件喎，前個鼻嗰度即係個前面有啲綠色透明件啦，個胸口有個紫色嘅透明件。係，咁啊當然啲炮啊呢啲路全部可以拉長啊，等等等等等。嗰個 focus 都係。唔使多講噶啦，本身其實都大家玩慣嘅話咧，都應該冇乜特別需要再解釋噶啦。咁我收翻啲碌，係咁樣碌一碌啲，哇！麥斯舵機，咁就。大致上就咁樣啦，咁飛多句嘢，你而家以即係1,100 around 嘅價錢去入手咧，係超值嘅。1,100就係超值嘅，因為呢架嘢其實真係冇，即係作為一件玩具，其實冇乜特別一啲好大嘅缺點啊。你要彈，你咪彈下呢度咯。咁但係除此之外，1,100鏡住玩，鏡住玩，全上色，上色之餘仲要係靚嘅。咁你仲想點？仲要有 super pass 喎，大佬！你平時之前啲 super pass 都成差嘢啦，淨買 pass 都700-800啦，所以非常抵嘅。咁啊，抱歉，因為本身時間關係咧，唔可以俾個全變形大家睇啦。咁啊，應該今集就玩咗咁多先啦。Watching Toys TV。